分是让 Photoshop 就做得很好，像 Photoshop、Photoshop 你要做这个，没有人理你，大厂那种人在理你做这种的。你看我们一般各位平常起大头照，你们我们在台北怎么算？在台中是超过60块，就一组四张左右60块。我们这边大概多少？差不多嘛齁、哦。所以平均下来一张15块嘛。但是那么小张15块你就划算吗？数位照片4乘6的金融码就划算。4块5块对不对？这边好像是4块半嘛。可是为什么差那么多？小张比较贵，因为它有关系一刀两刀三刀。齁、哦、那个刀子这么贵。齁、哦、所以事实上你可以排，你可以把它一张我们的那个四乘六，四张可以洗几张？两寸的可以洗八张，一寸的可以洗十张。所以你如果这样去算的话，你就发现差很多。但是你可以，比如说你同班的或几个好朋友一起洗就好了。干嘛是要你？我问你，你洗八张，你哪一个会一次用八张？没有嘛？你可能一次用两张，顶多用四张，对不对？假设你用两张好了，剩下那六张怎么样？可能等你下次有时候啊，翻箱倒柜又找不到，又洗一次，所以根本就没有用到，那就很可惜啊。所以像这个它就还蛮方便的。那事实上你们一群人只要一个人会用就好了，一个办公室一个人会用就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用那么多啊。你看这右上角那个叫做大头照，就是说那个 MIT 的好处就在这边了、啊。好，你把它点进来，你不用任何选。那它在这边有都有告诉你哦，你要怎么样。有没有一个规格说明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用的大多数是什么？就是新版身份证。前几年不是换新的身份证，有告诉你说啊，那个新版身份哪里要注意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假设我是两个人的，我就选这个，好按 OK。所以你就把两个人的照片叫进来，载入，或者你从下面拉上来也可以哦。比如说，你看我从下面找，我会到我的商城大头照。好，这里假设有两个，一个。丢进来，你用这样丢也可以，这样丢也可以。哎，好、啊，等一下哈，这一张它丢在这里。好，那我把它变显示出来，有没有两张？它就帮你弄好了呢，就这么简单啊。哎呀、啊，那你打开哈、哦，事实上你又仔细看，你有没有发现中间有一条线？它连裁切线都帮你准备好了。你如果有裁刀最好。没有美工刀也可以嘛，对不对？切得很准啊。那么事实上你说这样子能不能拿出去？当然不行啊。因为我们如果假设你是要做证件照的，头的比例是有一定大小，所以你看右上角这里有没有发现有个红色的小头，红红的，有看到的齁。所以你就把这个小头对准你的什么你知道这样是什么意思了吧？啊，他就这么贴心啊，那个头你就对好就好了、啊，那个比例就对啦、啊。哦，事实上说真的，如果你是那个，你是拿你直接拍的那个证件照的部分给同学，根本就不用调嘛，因为那比例就好了。我们是拿生活照才要这样调啊。哎，那你看我点到这边，把它拉进来，你的头该有的大小就不会差太多。让各位了解意思了吧，对不对？那好了之后你就直接输出，就拿去洗就好了。早期像台中照相馆看到这个是不接的，因为看到一张就难过，结果你拿整班的来这样让人砍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他们事实上是有的发现说，因为这种人越来越多，因为以前如果你不拿去照相馆就只好拿去哪里便利商店嘛之类的、哦、那所以现在他们事实上有接，但是据我所知啊，好像现在是50块，本来我们是60嘛，啊，他认为你自己拼贴一下，火力看咋抠，也要给我拿惨嘛，对吧？看你啦，是让网络上洗或者便利商店洗，根本就没有人理你，你拿哪一种来，反正可以洗就好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像这样，那如果你是整班的呢，就不要那么辛苦一张一张做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有很聪明的批次的功能，批次大头照，你了解意思了吧？做好了就整班的都做好了。所以说你们班或者一个办公室一群好朋友一个人会就好了，不要那么多人会，好，一个人会就可以解决很多事情。所以这个大头照部分我觉得还蛮好的，因为在我们一般这样使用上事实上还蛮方便的，而且真的人多就跟
团购一样，那个省的金额才会浮现出来。你一个人也许你觉得啊只差几块，可是多了一差，那个价格就差很多。好，这个是在这个影像学长跟大家分享。